又不是你的歪。哪个？是不是板子？哎，小张，看你擦的。我的呀。这不是我拆的、啊，下次叫他不要拆你快递。反正拆了之后不把东西拿走，告诉我，你要这个板。上午就来了。我就刚发消息问人家供应商，说你是给我快递的，我快递没收到。那你就撤回就好了。看一下还能不能撤。Yeah.